韩国瑜说他当市长做得比陈菊好，但真的是这样吗？让我们看下去。韩国瑜市长当不到一年就落跑，陈菊可是当了12年呢。韩国瑜多次被拍到中午才上班，陈菊每天早上8点准时开会。韩国瑜当市长，爱河不停变颜色。陈菊当市长，爱河干净又美丽。陈菊当市长，轻轨完工14站。韩国瑜当市长，轻轨停工放着烂。陈菊当市长，促餐招商478亿。韩国瑜当市长，促餐招商零元。陈菊当市长，议会质询到晚上9点。韩国瑜当市长，规定只能质询到6点半。陈菊当市长，满意度全国第一名。韩国瑜当市长，满意度全国倒数第一名。韩国瑜会用屁眼看人，陈菊都用正眼看人。陈菊政绩有高雄世界运动会、市立图书馆、博尔特区、海鹰中心、高雄捷运等。韩国瑜政绩有清水沟、铺马路。但陈菊也有铺马路、清水沟啊。陈菊水沟清了5211公里，韩国瑜只清了2029公里，还输给陈菊呢。韩国瑜当市长，荒废市政，人们上街抗议，韩国瑜还敢落跑去选总统，台湾人，你们明年要投票给这样的人吗？